连你都大清有功，如果你杀了你的妻子就既往不咎。你不舍得杀。大法师，我你两夫妻的遭遇我都好同情，不过你刺杀王爷是会招致满门抄斩的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只要你放下屠刀，我向王爷求情，免你灭门之劫。不得，我要杀一儆百，诛他九族。亡命难违，我亦都爱莫能助。Yeah!